再来打一把。哎，我这把是预言家啊。谈二号老司机，刚才跟他玩一下，他就是个狼，好人，二号是好人，应该不会杀我吧？这局我不会跳。刚才早在第一局要救一下那个八号，哎呀，刚才不用解药。哎，没人死，这下麻烦了，我不能太早暴露呀。啊，二号第一个发言，你说什么？这局绝对是铁民一个，没毛病，过人不过慢，三号你可以接着。我也是铁民。昨天是有女巫救人吧？要跳吗？要跳吗？然后呢，我建议呢，然后等会中期票，然后再预言家让你单干，好吧？预言家单票不认得了，真的，预言家单票不认。我说的是单带，我说的是单带，不是单带。其实女巫可以跳了，女巫也没有药了。好，OK，我跳，五号啊，我其实不想跳是吗？我自救，我不想跳是吗？五号又怀疑他是狼，你们不是叫我跳吗？我跳了，什么感想？李浩，你为什么要逼女巫跳出来？跳了他就不杀你啊。李浩，你为什么要逼女巫跳？他怎么知道狼是女巫啊，是吧？你别说，我看他谁要怼我，让他们说。谁知道狼是女巫？女巫是狼，怎么会知道女巫是谁？我然后就直接查一下。等一下，九号，你先别说话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第一天晚上啊，狼刀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肯定是用药水自救了，对吧？那可以是女巫救啊，不一定是自救啊。救别人真的，你问我怎么会今晚救别人，我都只有自救知道吧？我不自救我都会把药留给预言家知道吧？玩这么久还是不知道这个。基本上都是自救了，你懂吗？女巫第一晚上基本上都是自救了，然后这个狼呢肯定是刀住女巫了，刀住女巫的话，女巫跳不跳都一样，狼已经知道女巫是谁了，第二晚上肯定我还得。然后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，知道为什么会刀中我吗？五号，我要打断你一下。比如说上一把，我们三个狼点了三个不同的人，然后最后是八号死了。对，我也是想说这个。狼有可能不知道五号是女巫，然后现在你跳出来了，你就确定了五号是女巫了，真是，哎呀，真是，我刚才一直想说，然后就一直不让我插上话，你们就是。对，这还是好的。我两边，你们为啥要说到我来了？跟我啥事啊？啊，这六号咋七又这六号咋提前？我说一下，这个
狼肯定知道谁是女巫了，你能懂吗？女巫一般都是自救，然后自救的话呢，第二天晚上他们还刀第一天晚上刀的那个人，你能懂吗？所以说女巫跳不跳都一样啊，能听懂吗？所以说呢，一号应该是好人身份啊，别怼一号。七号怎么这么多话？我在要查七号。要不大家弃权弃票，弃票，都弃票吧，都弃票，然后预言家查出狼的话。刚才谁要怼我呢？我就听听刚才谁要怼我，你们继续说谁要怼我。哎，一号让九号说话。九号说吧，就我们来说吧。过吧，好吧，你过吧。我感觉话最多的就七号啊、嗯，我来网上查一下七号。刚才谁要怼我？继续来。这不说了、啊。我和你中间的，那就这么一个。二三四，你们谁要怼我？我刚才没有怼你，如果要是不相信的话，预言家这把可以查我，可以给我个金水，我不怕，可以查我。我也没有啊。我还是建议预言家验上下。开始投票。二号绝对不是，是吧？我验过了。七号有点危险。全部弃权了，那我好蓝人蓝又要再杀一个了。点黑，请闭眼。预言家。验七号。你要查验身份的是谁？哎，果然是蓝，果然是蓝。那这个女巫五号不知道会不会死了。我验出来，她女巫已经用过一次呢解药了，我很容易很危险啊。这次我投绝对投七号，那我一旦投七号的票，她肯定就会往上另外两只狼就抓我。我要不要爆出来跳出来？这把我还不知道会被虐掉。六号死亡。有。五号七号。我的天，五号你完了，五号你完了。你说你是、啊。五号应该是跑刀了吧？没有杀你，但狼人并没有杀你，你肯定不是女巫了。啊，那肯定你就是。那肯定是女巫，那五号肯定是女巫。五号可能挡刀了，然后真预言家跳一下，预言家。干嘛？我麦，你们抢什么话？太尴尬了，可能狼人根本就没杀我这个刀，我这个刀挡的人，狼人肯定应该没，根本就没有杀我。那六号应该是女巫了吧？七号。哇，你挡刀了，我还以为。居然没死，我一开始就很疑惑，我以为今晚女巫必死。我现在怀疑谁还是蓝，想想想想。九号说话，九号要说话，刚刚。我是预言家，我查杀五号，我查杀五号。哎呀，四号铁狼啥也别说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我就。我跳。查杀五号，查杀四号，啥也没说了。我查杀七号。四号铁狼是啥？我查杀七号是狼。我脱衣。查的我是狼吗？那把三投出去吧，把三投出去好吗？二号是金水，七号是狼，然后应该五号应该是女巫，是好人吧？啊，四七铁狼，四和七，四号这个，四号这个衣服脱，四号这个衣服脱的不好，是吧？然后票七，不用畏惧了，五号许多，七号绝对是蓝，三号不用畏惧了，五号许多嫌疑啊，你这样就没法玩了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五号的身份号码吗？
然后就我第一晚查的是二号，第一晚查的是二号，然后现在查的七号。九号你说话声音太小了，我们也听不到。然后念真的是对了，三号，三号你跳的错了，为了给你狼队友解脱，对了。七号别插了，别插了。只有狼的话才对的。别插了，我认为三号这个跳的刚刚好。大家听我说，先把五号投出去啊。因为是四号说要投五号，所以说我觉得你七号就帮四号，你们四和七应该两个。四七铁狼，啥也别说了，四七铁狼，四七铁狼先票七。你是真的逗，你看你的狼队友被冤家查出来了。进麦，不能再吵。进麦。那个四号，你脱不脱衣服？他脱了，但是我觉得他脱晚了，知道吧？四号他说他是预言家，先把五号查出来了，五号铁狼嘛，三号想为他洗脱嫌疑啊，为他一的时间，然后先把五号投出去好吗？我不需要替他。等一下，大家说话太乱了啊！我先静一下，然后重新开开，大家就是不要抢，慢慢说。来，五号先说哈，我先说。跳槽预言家还给他们讲，这不听预言的。刚才五号，他是跳的，我感觉他是狼，我是当预言家，我是炸一下他，就是这个感觉。那现在你还认为我是狼吗？我脱了衣服。四号说话。那你认为我还是狼吗？那票七没毛病，绝对票七没毛病。我相信三五你们一定要搞我，那三五嫌疑不是我一定要搞你，而是你铁定是吧？我的麦，我说话别抢我的麦。然后四号脱衣服了，不是？哎呀，这七号的蓝好狡猾。自爆了，完了，我现在查一下四号吧。四号应该是蓝，我要今晚要被杀死了。我的答案是，果然是蓝，哎，四七两只蓝，我死了，今晚没话说了。这是狼自爆就是要宰我，那我肯定五号就绝对没问题了，二五，然后还差一只狼是吧？还有一只狼没有暴露出来，还有一八九这里面还有一只狼。天亮了。三号死亡。八号死亡。我去，怎么没有读四号啊？哦，这四号也很狡猾。你 OK 跳吗？我是我是平级以上。你考虑太久了。哎呦我去！你 OK 跳了。刚才数据线掉。但是四号，你刚才说话的时候考虑太久了。四号。你刚才考虑太久了。四号有问题了啊。我这边也是个谜。没关系。等一下。九号你读的八号吗？我读的八号，但不会八号是脸的。哎，九号是女巫。我只能说你，不是，我明，你干嘛不读四号？我只想问一下，真的。我只能说八号先死，八号肯定很气，对吧？八号都读死了，连话都没得说。你应该读四的，知道吗？你应该读四的。这边有两匹狼啊。那猎人可以跳了，猎人可以跳了，还有女巫知道吗？猎人可以跳了。猎人应该死了，应该是八号被我毒了。我是猎人。四号是可能真的。当时我跳了。票四没毛病。
命。这聊不到。你别说四号今天跳猎人这局初四，四号如果带枪就带走一号，对吧？如果四号不带枪，那他就是狼人的。四号真废物。四号暴露的太明显了。同意九号的话，如果四号是猎人的话，四号直接带走一号。开始公投，肯定投四号。然后就剩一号。那个女巫二号。四号死亡。二号可能是猎人吧。就剩下一号，一号可能是狼，哎，七号、八号也是狼。女巫，你尿，你尿，真的尿，女巫，我佩服你。哈哈。猎人呢？我感觉我读到死了，厉害。我真的怕你聊爆了。等一下，我说一句，我只是个看戏的，有罪吗？我什么话都没说，就是、你们就把我干了，我啥情况？我什么情况都没说呢。就不能让我演一下吗？有罪吗？不，我们就玩到这吧啊！你给我安静。